现在这样嘞，不错，可以，那我来搞搞我的灵敏度，这样会可以吗？也不用不要搞了啦，先不要搞啦，搞了，不用搞了，先不搞。而且我觉得大声有回音就算了，大因声为功，反正大声就是有回音才会热闹，对不对？这感觉好像很多人在玩。OK，我不用，你们就这样了，Let it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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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Let it go，这个有回音就很有 Let it go，Can't hold it back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先想题目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要开台。Let it go，在玩的不要看我台，你们到时候会看到我在盖什么。好，那这样子，应该有人可以跟我讲基础操作吗？没有弹出聊天室，左键破坏，右键放置。哦，中间选择，然后中间选择是什么？可以吸你要的材料，你对着某一个方块就可以变成。哎，怎么吸颜色？怎么吸颜色？中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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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下去吗？哦，哇哦！中那我可以吸阿梅身上的颜色吗？可恶、啊！不是有个方法可以变出一个人的头吗？那打指令，来吸吸看。那打一排指令，我看你这种浅浅的玩家就先不要，你先闭嘴好不好？好大的回音哦！不出来。好了，好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功能？除了吸之外？身上你要用的就这些 啊，那丢的话按 Q 啊，还有发挥你的想象力跟创造力。哎，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这两样，我刚好都没有。可是你真的没有？他打脸我们了啦！他会，我一定要，我现在一定要先打预防针，不然我等一下一定会被压低。不是啊，绝对是我最雷啊！我玩麦块的次数不到十次、欸哦不，这不好说，这真的不好说。我觉得这个跟次数无关，真的吗？但是我连基本操作都有问题啊！你没有 OP， 你就没办法破坏东西啊！这跟艺术天分一样。为什么你们可以盖东西，我不能盖东西？因为有键啊，管理员模式。哦，你还没 OP 哈？压在地上的、啊。好了，赶快，我们主题啊！身上的东西要怎么弄干净呢？好，来个身上的东西要怎么清掉？你不然就是美波生日。不，哦不，简单的开始。好的，因为前几天生日，要不要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？前两天，这个规则啊啊，微博喜欢。身上的东西要怎么清空？干嘛？问他们。你打开包包，选最右包包，选右下角那个箱子。好了，右下角那个箱子我没有包包，然后销毁物品、啊，然后按 Shift 加左键点销毁物品两下。呜、哦，斯帕拉西，太专业了，すごいね。好了，来，我们主题是什么？我刚刚讲这个是 OK 的吗？好啊，梅博什么生日快乐吗？送梅博的生日礼物。今天的题目就是梅博生日快乐之。啊，梅博，你的主题，你自己的题目就是你最想收到的生日礼物。完了，你跟那题目不一样。没有，就是大家就是给你的生日礼物、欸，但是你是想收到的生日礼物、哦。我自己是。好，太棒了。我未看先猜。我不了解梅博，所以我要想一下。我未看先猜。好，可以。你绝对不会收到他想要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每一题都会是一样的，怎么办？我已经想好我要做什么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说，就是不一定是限制在一个物品，可以是一件事情，只要你盖得出来的。但是你出题的那个就是条件，就是不可以是盖不出来的东西，就是不能说是勇气这样子，不能送他勇气。好 okay, 我想好了。为什么你们想的这么快？可以送实体，就是要因为这真的太好想了。OK， 而且我这个题目觉得搞死了，你还不够了解媒婆吗？想一下，要打题目的方式是你在外面打，然后复制贴上。打什么题目？什么东西？好，等一下跟你说。先打，你在外面先打好你的题目，因为里面不能用那个，因为里面没办法输入中文，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啊，反正以前是不行。在外面打可以，一点四之后可以，对。怎么按输入？好，那我们先走啦，先走啦，猜猜啊。等我一下，我快好了。十，好，可以，按 T 啊。等一下，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哎，我们是不是他有规定什么要点羊，不能把羊杀了什么的？哦，我就是要跟你讲，
等一下进去不要左键对着猪，猪死掉之后就要重开，对，要对右键。命名是要右键嘛？对，不要对猪按左键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想题目。先准备开始，然后想题目。想題目你们先来这边，先来这个红色框框。想要送给阿美的东西。送给阿美的东西。哦。然后呢？然后等一下会需要打。想好了之后走进红色的框啊。不用了，就是走进红色的框就已经加入游戏了。就是、对你加入游戏，也不用一直在里面。哦。不是太糟，现在在忙什么？我好了。哦、我要收到。他在准备开台。然后加入游戏之后，我现在要打出要送他的东西吗？还是？不要，等一下，不要给我们那个是出题，那个是出题。你基本上你出的题目你自己不会盖到，你是你下一个人去帮你把这个题目盖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对，所以你要先想好你下一个人有没有。有限几个字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要送给他的东西。那我要出很长。所以你不要一直转过来看我。我看他不想看到你的脸啊。我不想看到你的脸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我进去之后，我要看人家盖什么，我就把它帮他完成。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你就是要自己盖出一个东西，就是你会有一个题目啊，你会出题，然后你再来就会拿到别人的题目，拿到别人的题目要把别人的题目盖出来，然后再就是拆别人盖，然后再下一个回合，你就会看到别人盖的东西，然后你把他那个拆出来，然后你再下一次，你就是要盖别人拆出来那个东西。我要盖别人拆，捏黏土啊，传给下一个人啊，然后下一个人再捏的那种感觉，懂了吗？哎、欸，不要射箭啊，赞！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刚刚就才是跟你说不要射箭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东西会消失啊？真的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新的版本，它丢弃的物品不会消失，真的假的？所以你看那些箭矢吸不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这啥 bug 啊？不是 bug， 是有些可能要装饰雪花或什么，可以利用这一种，就不会消失了。哦，我懂了。坏人，所以我一开始先进一个房间，然后我猜他在干什么。对 ，OK， 猜到了之后，把它写起来。我把它写下来，然后我自己再出题给下面一个，就是盖下一个人。写起来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就直接打字这样子。游戏里面打字。你手上会有个东西。再一个这个东西，再盖一个我自己的觉得。握着，你明明就还是有收音，你知道吗？我怕我的小蠢逼不知道规则。哎、欸，繁星，哦、没事，我换造型，我忘记换回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可爱哦，为什么我把这个墙壁挖了一个洞？你打掉了？哦不，你把它打掉的。为什么按两下它就一个洞？左键就破坏啊。左键就是破坏啊。哦，左键是破坏、啊，右键盖。盖东西、oh, so、所以我现在可以盖了。所以你的左键最好是不要，就是等一下开始尽量不要按它，不要动左键就对了。哦、oh, ，好，我要封印我的。声音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哦。可以。我变成观众了。你要来啊！就是、你要进到红色框啊！你就在那边乱跑啊！你那不合群呢、啊。好了，我也可以了，没问题，来吧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在关。观战谁？观战模式啊？我你啊？我怎么跳出去？进去？你再进来啊？你先去离开游戏啊？你没有进去啊？你在哪里啊？他现在他现在是观察者吧？看不到他，是观察者模式哎、欸。因为你踩进那个观察者的那个格子里。Oh my god！ 那你按这个、啊，这进到这个红色的框框里 ，EX 哦，先离开那里。回到红色的，好，我进来，还有几个人了，然后来按 start 吗？对，好久没玩了，第一次玩，哇，好了，预备了，可以 ，go， 然后我现在要干嘛？不要打，右键对着左边的那个铁针，然后呢？然后把命令牌放到去左偏框框，有一个可以输入。把命名牌改名就对了。对。哦，什么是把命名牌改名？你上面写东西。要写什么题目？就是你想收到的东西。这一届的题目是要送给梅伯的东西。送给梅伯的生日礼物。哦。我可以做这个。然后。哦，我成功了，我怎么这么天才？然后从右边拿下来。那个名牌需要留在自己身上吗？不用。
身上、欸、没差，对着猪按右键吗？对，对猪按右键。有哦。不要好了，我想收到什么？我想收到什么？我好了。上五。我这个题目这么棒，可以的啦。我这个按右键，按右键是不是？有，绝对做得出来。好了，我想收到什么？我想不到我要收到什么。圣阿美，我完全知道送他什么。大家不知道你要送自己什么？大家觉得我很贴心。我选了一个很赞的东西。哇！我很贴心哎、欸，我送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会撞。哎、欸、呀、欸欸，阿美入定了，阿美入定了。我在想，我要说到，我想不到。哇，你无欲无求，你人生这么完美哦。我，等一下，给我十秒钟。久了，我们等一下只有五分钟可以干哦。哦不，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 ，shit。我想不到，为什么不调十分钟？五分钟而已，我们这么久没玩嘞、欸。你没有把那个牌子放上去，那牌子放上去，放上这样。哎呦，对猪按右键。我只要确定一下猪有没有改名了。嗯，滑鼠标上面应该还有改了。猪改名以后，右边就变成一。对。哦，可以。就是没了。然后从右边拿下来。哦、然后拿下来之后放对着拿着对着猪按右键，杀猪、哦，哇，烂题目，这什么东西？烂题目，靠腰，这要怎么盖啊？我看网页了，我不行。五分钟开始嘞，五分钟。我一定要看网页。那个每个人现在答到的题目都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我的天哪！是你上家、啊、上家出的题目，我觉得这个人出的题目是非常的过分啊。在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限制？例如说不能，不要直接提到他就好了。嗯，你不能打，我们是从来没有限制啦。哦，我的老天鹅啊，我的老天鹅、啊！我完全没有想法，谁出了这题目啊？哦不。开场就要被黄标，我也是。为什么？看来大家都很知道梅博是要什么东西、啊。大家都很懂梅博哦。该不会是有人拿到了我的题目了吧？你们都不懂我。你还没拿到而已哦。你们一定拿那种讲那种色色的，就是不懂我。哎、欸，这可以那种直接盖一排的吗？哎、欸，除非你会指令啊。嗯、不会指令啊。你不会的话。然后盖一排这样。这个题目到底谁出的？出这个题目可以吗？这盖得出来吗？胡子八成是拿到我的题目。我觉得你出的就是像勇气那种东西哦。我没有那么过分哦。Shit！ 来，等一下，你们自己看这题目要怎么盖。我盖好了，好快啊、哦。我觉得好难。差不多了。暂时。等一下，这好难哦 ！Fuck， 我知道我怎么盖了，是要给他穿，全部消失！啊！哎，这样太立体了，一点都没有我的风格，还长鸡鸡了。我已经完全忘记那个 building game 的 feel 了。哦不，等一下我不小心把水满出来了怎么办？拿东西把源头盖掉，对，啊、把源头盖住。哦不，我在浪费我的时间。什么东西？可以，就这样吧 ，easy。现在每个人的题目是不一样的，嗯，是上家出的题目。哦，好难哦！哎、欸，这真的很难哎。十三个月夜，感谢我来化身天主了。好，我不想看。我要面壁了。我看这是什么东西？
可以吗？图片。接了，哦，可以，其实完全不用盖这个哦。嗯？哦，然后挡一些这个。我觉得不错啊。哎，剩一分钟哦。啊！哇，不错啊！赞了、哦。那改时间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吧？来不及。Set timer 有用吗？好难哦！我觉得我干的很好哎，我觉得我好像宝刀未老。三十秒，加油！我怎么找不到那个动物？我觉得我宝刀未老，我觉得我宝刀未老。你这样就宝刀未老，动物在岩浆那里，真的是我看到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我放弃了。这题真的好难哦！有你出的难吗？你又知道那是我的、哎、上面有写哦，这叫因果报应啦。有啊，哎，上面会出说是谁出的啊？好了之后呢？啊，他们之后会写啊、哦。嗯，你就看你什么东西？时间到了。哦不，这个哎，你要跟他们讲一下。好，现在一样是用命名牌命名。又见猪身上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好漂亮，这啥？这个是什么？我有点无法理解。是什么？